舒服咗嘅，因為有時候其實嗰度表現啊，個質素都唔係真係咁保證啦。但會唔會覺得即係冇咗嗰個係豬肉，佢就即係加嗰個工程啦，減少咗啲風味，減少咗。咁的確係有一啲，例如影相嘢係少咗嘅，但係例如而家喺西九啦，都有發展其他嘅位置去做呢啲嘢，咁我覺得係可以彌補翻咯。因為我覺得如果可以對樓上嘅居民啊帶嚟一個舒適少少環境，其實都係應該。你覺得欣唔欣賞啲表演咁樣？有時都幾欣賞下嘅，咁唔係話每個表演啲都會有人中意噶嘛。咁有啲中意嘅，我吸引嚟睇，個人喜好咯。我個人建議咁啊，梗係如果你晚黑梗係會靜啲好啦。